是灿烂时光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偏恩，还有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争议性事件的背后，值得我们持续的关注的一些议题哦。那在台湾，其实非常争议的一个议题，大概就是死刑哦。你说它争议呢？其实它有时候不太争议，因为在很多的统计的结果，很多的调查结果都告诉我们，台湾绝大多数的民众其实是支持这个死刑的哦。可是很有趣的是，一旦在这个社会里面有这个相关的议题发生的时候，大家其实讨论又会非常非常的热烈。那或者是说，一旦有这个相关的刑案发生之后，台湾的这个民众或是台湾的网友，有时候也会说 Face 联盟出来面对，或者是这个问题、这个刑案的发生，其实都是跟 Face 这个有关。那可是其实台湾明明这个死刑已经持续在进行了。那所以在台湾很有趣的是，好像这样的一个死刑的议题，这个公共议题，它牵扯到这个所谓涉及到包括像人权、包括像情感、包括像所谓的道德、包括像传统文化等等的因素，要好好的讨论，其实都有点困难了。所以也许这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所谓的怎么去看待生命，怎么去看待生命的结束，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刑事的这个事件，它其实有它自己的固定的价值。那但是台湾 Face 联盟其实不断的也想要去突破这一种限制，所以呢，他们在最近办了一个活动，叫做死刑替代措施公民审议哦。今天节目当中就要邀请到 Face 联盟的执行秘书王浩瀚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浩瀚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想先请教浩瀚，事实上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说，在台湾绝大多数的民众其实就认为说，这个杀人者死嘛，这个死得杀人之后得到的报应，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而且也会认为说死刑它具有某种程度的吓阻的效果。那但是在你们对于你们来而言，其实在台湾要去推动这个所谓的废除死刑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在这么困难的状况底下，为什么你们还要再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叫做死刑替代措施公民审议呢？这跟你们过去以倡议、以救援为主的方式是有很大的不同。虽然说的确就是说，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发现说，在台湾讨论 Face， 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就是说，可能很多人都会发现说，在网络上的言论是很极端的对立，可能。支持死刑的人就会觉得反对死刑的人是很无情的，或者是说很可恶的。然后如果说是反对死刑的人，就会觉得说支持死刑的人是很不可理喻的，难以沟通的。但是我们发现说，其实透过一些方法，让一般的人可以有更多资讯的话，那从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看到，就是说不管是有打电话来跟我们，可能本来是应该是要来抱怨的民众，或者是说，透过一些相关的民调，或者是之前的有审议的经验，那都发现说，只要是人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的时候，其实这两边的那个意见不一定是有那么多不同，而是有一些共同关心的面向可以去讨论的。其实我自己在教学的经验当中，我有一堂课每一年的都会有跟死刑有关的这个主题，那我都会先请同学先看《五彩青春》，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再做相关的讨论。那我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在过去在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在一开始大概七八年前，那个班上讨论的气氛是很对立的。可是这一两年，这个气氛相对之下没有那么的对立。那第二个就是说，有些同学他可能是坚决主张要死刑，坚决主张废除死刑，但是经过讨论之后，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想法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改变。特别是当我们有另外一个选项，说在死刑之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例如说好进猪笼，例如说让他永远不得这个出来，好，那或者其他的方式，有些人开始做调整。这样的一种讨论，希望达到这种所谓的改变，是你们这个活动的一个目的吗？还是他其实只是要了解大家的一些想法而已？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
这两个都算是我们的目的。一个就是我们希望透过就是说不同的让不同的人来看这些资讯，然后有讨论，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家可以就是得到更多关于死刑的基本知识，或基本的资讯。那透过这样的过程，其实大家会有不同的这些来的朋友会有不同的发现。就像老师刚刚提到，就是说会有原本很两边都是很极端的，那可能在这个讨论过程当中，即使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原本的立场，或我仍然不觉得我需要改变我原本的立场，但是会变得比较容易理解说另外一方的人在想什么事情。那这同时也是我们另外一个目的，觉得说可以透过这个过程，让这个社会的意见不是那么的，虽然说大家还是不同的意见，但不是那么的对立，或不是那么的把对方当作是仇人一样。我觉得算是一个实践民主的精神的手段之一。的确，其实在一个社会里面，它本来就存在各式各样不同意见、不同立场的人。那怎么样在这个社会里面让不同的我们？怎么样让这种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共同相处？我觉得，因为毕竟我们都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嘛，那怎么样好好的相处，或是共同相处，找到一种共同相处之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这个活动其实你们打算怎么样进行呢？我们的就是这个公民审议的计划，我们会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主要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我们会在全台各县市，那包含一些离岛。会去举办一般民众的场次，那这一般的民众的场次就是开放给所有的人来参加。那来参加的人就是可以透过事前的阅读我们提供的议题手册资料，然后还有在审议当中的讨论的过程，来做对这个议题做一些思考跟讨论。那另外就是会有一个就是特别关系人的场次。那所谓特别关系人的场次，指的是我们会去邀请一些跟死刑政策比较有切身相关的人，比如说他是监所的管理人员，或者是他是相关政策的公务人员，还有就是被害人的家属，或者是加害人的家属。那这些人我们会分别邀请他们来做一些特殊的场次。那透过这样的讨论，因为他们可能比如说是像监所管理人员，他是对于任何死刑的政策跟他们是最有关的。比如说，假设我们要用终身监禁来代替死刑的话，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意见，或其他的任何方案对他们来说会有什么实质上的影响，或者说他们觉得监所可以做更多什么样的改变来让我们的刑事政策更完美？那这些就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样特殊场次达到的目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是校园场次，因为我们知道之后的课纲就是会比较倾向于就是讨论跟融入的教学方式，所以我们也做了就是相关的教案，把这样审议的形式就是把它浓缩到一个学校可以使用的时间，比如说是两个小时的范围。那透过举办教师工作坊之后，让这些来参加工作坊的老师们可以把这样的教案带回去学校，然后在他们的课堂上使用。但是这个事情是容易的吗？就像我刚刚谈说，以我的例子来讲，在一个教室里面，也许有一个老师的权威在，或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密闭的一个所谓相对这样可能比较好的一个言谈的空间的存在，那也许他还有一些讨论的效果。可是，在台湾你会发现，最近这几年开始不断的在网络也好，或者电视也好，出现很多所谓的展示正义的这种概念哦。例如说，华社曾经有一个直播的投票，他问民众说：“残杀小灯泡王景玉免死，你愿意花1720万养他吗？”我们常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投票式的，这种所谓选择式的，这跟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的发展是有关，因为我们都把投票当作是好像是民主的实践，当然这是有问题的哦。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所谓选边站或者这种选择投票的方式。这种公共讨论，在你的经验里面，或者在你们期待里面，它不会很，我不会觉得很难吗？就是大家愿意来好好的坐下来谈，特别是如果我的立场跟你不一样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一起谈？通常就是说，我们当然可以发现说，在网络上，尤其是像脸书或者是各种媒体，他们都会曾经在网络上办过那种你是不是赞成废除死刑的投票，然后就是它的选项就只有赞成跟反对。那我觉得这样的投票其实
或者是不管是其实是我们一般的投票型的时候也是，就是说我们只是在时间到了，然后我们去投这个票。可是在这个投票之前，我们是不是对这件事情或对于相关的政策有比较多的了解？其实可能不一定是那么的多。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我们的这个活动，这个审议的形式，那我们希望可以，我们主要会要求说，来的人你一定要看过我们的手册，而且在当场我们也会再帮大家把这个像是手册再复习过一次，就是说。会有专家的演讲，先讲，然后再让大家讨论，然后再讲，再让大家讨论。那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来的人是比较多，对于资讯是知情的比较充分的情况之下来讨论。那这样子就会觉得，会比就是现在在网络上大家只是直接投你要或不要支持或反对来的更细致一些。你刚刚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所谓的知情哦，那或者是说你也提到这个社会大众对于死刑这件事情是存在的一些迷失或是不清楚的地方。我不晓得在你们这种长期的接触的经验里面，不管是民众打电话跟你们抱怨，或是在跟一般的其他的大众接触的过程当中，民众会有什么样对于死刑比较不清楚的资讯或者所谓的迷失？例如我举个例子好了，就是说大家常常会觉得说死刑是可以遏止犯罪的。那这个遏止犯罪是真的吗？或者是那如果不能遏止犯罪的话，那怎么样再去消弭犯罪呢？所以一般的人我觉得会对死刑有很多的可能是直觉式的反应。那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因为其实在像我们做废死的话，我们当然会接触到比较多的相关资讯。但是如果我不是做这样的工作，或者说我不是做这样的议题的投入，那当然可能一般人对这样的议题不会有这么多的认识，这也是蛮可以理解的。所以就是说在那个我们的手册里面就会跟大家讲说，哎，其实有些事情不是大家原本想的这样。当然，这是提供的是一个中性的资讯，比如说关于再犯率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刚刚说到的老师刚刚提到的是，就是说遏止犯罪啊，对，遏止犯罪，对，就是说这个我们的死刑是不是跟犯罪真的有相关？那我们也会提出相关的数据，让大家让来的参与者可以看说，哎，其实我们不管有没有死刑，或者是其他国家不管有没有死刑的时候，它的犯罪率好像是看不出来有相关，那这个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部分。除了犯罪率有没有相关，还有什么其他例子？例如说，有些人会觉得说，废死联盟好像都不关注这个所谓的被害者。那好吧，那你今天让这些所谓的加害人，你今天让他免死，那被害人的怎么办呢？被害人的家属、被害人的情感，他怎么去面对呢？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想到说，讲到死刑，其实大家主要会想到，除了会有几大块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被害人，然后一个就是说，那这个死刑犯就是如果说他真的没有被判死刑，那是不是他有一天可以出来？那他会不会假释的问题嘛？对，那他会不会再对这个社会再造成危害？那这些东西其实，像是被害人的问题的话，就是我们都知道说，不管你有没有死刑，这些对被害人的支持或者是被害人的保护的制度都是需要去做更多的精进的。那目前的状况来说，就是我们的被害人他可能得到的是金钱的补偿，但是他在身心方面的就是支持跟需求是比较少被看到的。那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我们这样审议的方法，让大家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被害人还有这么多不同的需求，或不同的人他其实是有不同的需求。那怎么样在制度上让这些不同的需求可以得到支持？那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Face联盟会怎么样主张，或是 Face联盟你们会去怎么去关心这些被害人？我们会觉得说，因为当然我们是 Face联盟嘛，那以我们的立场跟以我们的角色，我们比较不方便去做直接就是针对被害、直接面对被害人的服务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常常在做一些关于政策上面的研究，比如说被害人他的需求有哪一些？除了金钱之外，他可能是需要长期的身心的帮忙，或者是他需要的不是一次性的金钱补偿，而是可能长期因为家里失去的是经济的支柱，那他需要的是长期的阶段性的金钱的投入。那这些东西都是有蛮个人化、蛮个案化的东西。那希望在制度上可以对这些
个案化的事情可以有帮助。嗯嗯，这的确它不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因为其实包括犯罪杀人这件事情，它恐怕还是整个社会制度或者社会文化可能累积的结果。当然这不排除说这个人他有没有问题，或者他做这件事情不是说他做这件事是对的，而是当我们在看这个所谓的刑案的本身，你必须要看到这个所谓的制度或是在整个文化上面的发展，或者整个国家的这种所谓的是不是提供相关的这种所谓的保障等等，那或者是被害人也一样，他不会是当他个人去承受，而是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系统一起去支持的。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回过头来再讨论这样一个话题。都除了死刑之外，在面对这个犯罪的问题，有什么替代的方法可以去解决？这个活动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目的？我们先休息一下。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仔报新闻。专门服务身心障碍人士的富康巴士传出劳资争议，一店企业工会大约20位驾驶不满底薪只有17000，平均一个月加班30多小时才能领到31000的薪资，且休息时间遭资方任意分拆调度，也没有适当的休息空间。在多次与资方协商未果后，于14号展开罢工，并在16号前往市议会向市长柯文哲陈情，呼吁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不能因为外包就卸责，要求市府介入劳资争议，重新检讨标案。义电基金会回应，驾驶核心方式是按趟计酬，本薪加上每趟补贴，每月全薪落在25000左右，符合法定工资，利益在鼓励驾驶多服务身心障碍者。至于加班与否，取决于劳工自主意愿以及市场机制。基金会也表示，若市府将来将委托方式从趟次补助改为直接补贴人事费，例如一个驾驶每月补助30000元，是较乐见的方式。台北市工运处则表示，若改为定额补助，将失去刺激多跑的诱因以及资方调整的弹性，现行制度没有问题，端看业者如何运用经费调整薪资结构。新巨人协会一群社长朋友共同居住在新北市板桥一处平屋内，遭人检举违规隔间。新北市因为消防公安疑虑，原定本月15号断电，17号拆除。经过多方声援，监委也介入调查，新北市府表示将会缓拆，等协会住民安置好后再拆除。10年前一场大火烧掉新巨人协会原有的住处，成员之后落脚在板桥一间铁皮厂房内，以木板做隔间，将厂房变成居住空间。如今遭人检举是违建，社会局介入协助拆迁安置，却遭批评执行过程粗暴，只安置半数成员，且安置处位在3楼，交通不便，不能开火煮食，部分空间轮椅难出入，没有护栏阻挡，且安置只提供3个月，每人每月还要收4000元的租金。理事长陈安宗表示，协会对于违法完全理解，也不断在另寻他处，但是拥有无障碍设施、未处捷运沿线的房屋租金过高，曾经找过适合的房子，但房东因为害怕邻居反对而反悔，违法的不能租，合法的租不起，感叹社会不给身障人士生存的空间。再传记者被殴打事件，香港 News 新闻台的摄影记者徐俊明16号上午在北京采访维权律师听证会时，在法院外被警方扣押，一旁的维权律师原本协助记者拿回采访证，却也被带上警车殴打，过程都被旁边的媒体及民众拍下。2013年时，也有一批香港记者打算到北京采访被软禁的刘霞，结果在刘家门外遭人殴打。日前也有香港媒体派人到四川采访大地震10周年的灾民现况，也免不了挨打的命运。法国媒体指出，香港政府从特首以下对记者在中国遭暴力对待的态度软弱，让北京当局更加有恃无恐。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今天在我们现场跟我们一起聊天的是 Face 联盟的执行秘书王浩瀚。浩瀚你好。Hey,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其实在谈的是有关于你们要办的这个死刑替代的这个相关的审议的活动哦。那当然这个死刑替代活动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常会觉得台湾对于所谓的想
的想象力，嗯，或是所谓的处罚的想象力，或是创作的想象力，常常会受到一些过去经验的限制。那特别是在华人文化当中，这个杀人者死，好，然后或者是会有报应的这种文化，其实一直会去框限我们对于所谓的死刑或者是犯罪之后的惩罚会有一些想法。我刚刚谈到说，我自己在班上在做一些调查谈论死刑这个议题的时候，我一开始都会跟大家讲说啊，你支持死刑的是请你表示意见，然后反对死刑请你表示意见，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跟一样是反对死刑。那可是我后来做了一个稍微的调整，就是说那如果在死刑之外你有其他的选择叫做有条件支持死刑的话，那个支持死刑的人他会开始移动，有一部分会去移动。那这个现象其实跟中研院其实过去做过调查其实很类似，他说台湾民众在对于废除死刑有 76% 是表示不赞成，就是他是支持死刑嘛，那 21% 是赞成去废除死刑。可是如果给予更多的资讯的话，比如说赞成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来取代死刑的话，那民调就会开始有一些转向，就是完全去坚持废除死刑的其实只剩下51%，就是从刚刚谈到76下降到51%，这会不会是你们就要想要办这个活动的这个目的啊？嗯，对，老师刚刚提到的确是我们也是我们这个活动的算是这个审议活动的缘起之一。嗯，对，因为我们之前看这个中研院的民调，其实这个民调非常非常的长，那要做这个民调的人要看过很多很多的题目，所以其实就这个民调刚刚提到的结果，虽然只是问是不是支持废除死刑的话，那支持死刑的还是有76%这么多，嗯，但他其实已经比刚刚在我说的在网络上可能直接投票这种比例来已经稍微算是低的，在网络上投票可能都高达80-90%是支持死刑，反对废死的，嗯，但是因为这个民调他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些人已经看了很多很多的题目，在这个题目当中其实有，嗯，有一些资讯在里面，所以它的呈现是76%。那另外就是如果有给他更多的选项，比如说你是用如果可以用终身监禁或者是其他的刑罚来替代死刑的话，那其实这个结果可以到的是大概是55%左右的程度。嗯，对，那这也跟那个之前有一个研考会办过的一次审议，也是审议的形式的研究有相关。那在这次的那次的审议，对，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他们一开始去报名或参加这个审议的人，其实绝大多数是跟一般社会上的组成是一样的，大概有80-90%的人是支持死刑的。但是在这个审议的过程之后，他们有经过一些专家的资讯告知，或者是阅读议题的资料等等之后，那在最后的结果是，他们要做出结论的时候，我们本来很担心说，会不会做出来的结论是，他们是选择要支持死刑，反对废死的。结果在这个多数原本的意见是支持死刑的情况之下，在这个过程之后，那他们的结论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结论。嗯，那这就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原本是多数支持死刑的状态里面，最后却无法产出结论。那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些人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因为有更多的资讯，所以他开始对这个议题有更多的思考。那他觉得说，我是死刑是不是仍然是一个适合的制度，或者是有需要更多的考虑？所以他虽然没有办法马上变成说，他是支持废死，但是他愿意多想一些，所以他没有办法做出一个结论来。就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过在死刑之外有其他的选择。那这其实反映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我们常常会表态，我们常常会有某些的支持，可这个支持常常会受限于或是取决于我们对事实的了解够不够充分，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表态在选择的选项上面它够不够多元，或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就好像你同意去花1000多万去养一个人吗？刚刚谈到的这王景玉的例子，其实它可能就是一个2-1或是3-1，可是我们忽略在2或3的这种所谓的单一或是所谓的排除绝对性的选项之中之间，它可能还有各式各样的这种可能性。那同样的，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这个去杀了另外一个人，当然从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我们的文化上面，我们就会觉得说啊，这个可能是什么，就是要有他的报应啊，杀人者死啊，或者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你看嘛，就是要有一些这个经验，我们经验可能告诉我们说啊，你要把他这个处死，他才能够去以警示世人。
对，就是这过去的所谓的游街示众，然后去得到的这种某种的这种所谓的警示作用字样，这可能可能部分跟我们有关。那但是回到一个在实际上面法律的刑上，这个所谓的面向或者所谓刑罚的面向这个部分，死刑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项，我们可以好好的去惩罚惩处这一个人，或者是让这个人不要再犯罪，或者是他的这种所谓的警示作用反而比死刑更高。其实目前当然台湾还没有废除死刑嘛，但目前来说在全世界世界上已经有不少国家都是废除死刑的。那在这些废除死刑国家里面，大致上他们采取的方式就是在没有死刑之后主要就是终身监禁，那这个是不能假释的，没有假释制度。然后一个就是无期徒刑，那这个所谓的无期徒刑指的是他是有机会被假释，可以回到社会上。然后再来就是比较常行刑的有期徒刑，比如说大家都比较知道之前那个挪威的案件，他其实只被判了二三十年，因为他们最长的刑期就是二三十年，没有更多的了。对，那但不同的刑罚会有一些不同的问题存在，比如说终身监禁，那可能的确他在一般人的想象里面，或对一般人来说，他是最容易被接受来当做一个代替死刑。但是终身监禁就会出现另外一种讨论，说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钱去养这一个杀人犯，或者养这一个所谓的废物也好，那他就是该死呢？我们还要花钱，然后这钱都是我们税金出的，这样根本更不合理，不是会有更多的这种想法吗？那是因为一样的，老师刚刚提到说，我们对制度上是不是能够有更多不同的想法？那对于终身监禁的人来说，他是不是能够有可能在监狱里面可以工作，或者是有什么样技能的培训？那透过这个技能培训或工作，让他可以在里面有一些生产力，对，那对于一般人来说，也许就可以比较接受说，哦，他在里面是有工作的，然后他是可以支付他自己的生活所需的，那不是单纯的让社会或政府来花钱养这个人，对，那这当然在制度上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设计，那目前当然台湾的死刑制度是没有这个设计，因为这些人是死刑犯，他有一天就是要被枪决，所以不会想到这么多，说他 是不是需要去工作。但是对于其他的，你是说台湾现在如果被判死刑，他们是没有工作，他们没有办法在监狱里面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因为他可能随时都会被预计就是会被枪决。但是其实他们是假设是不得假释的状况底下，或者可以假释的状况底下，他们可以在里头劳动，可以自给自足。对，目前台湾的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些监狱都有不同的监狱都有不同的名产，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也许有他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都听过这个东西，代表说他其实是里面的受刑人的生产，那他里面的产品，那其实不同的刑期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待遇跟工作，对，那虽然说刚刚提到的这个终身禁不得假释可能被大家是比较容易接受的，那如果有相关的像刚刚说的可以工作的配套的话，其实接受度是高的，但是它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这些人他是没有被假释的可能，所以他可能假设我是一个没有被假释可能的人在监狱里面，那配合度可能就不会，对于政策或者是监狱的作息的配合度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高，因为我不管是表现的好或者是表现的不好，我都没有机会可以，就我对未来已经完全是绝望了嘛。对对对，那这个可能要他工作可能就会更难一点，因为他就是可以摆烂，他不工作你也不能拿他怎么样，所以对于同时我觉得对于监所的人来说，监所的管理人员来说也会造成比较大的比较难管理压力，对他们的工作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印象中监所的人如果听到说终身监禁要来代替死刑，其实第一个反对的应该通常都是这些监所的管理人员，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烫手的善意，很烫手的事情，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无期徒刑是可以假释，那这当然在刚刚说的监狱的管理方面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但是可能就要在制度上，比如说大家对于假释制度可能不是这么信任，那我们都对假释制度有个大家会有一个印象，说是不是进去里面就是小罪出来变大，会犯更严重的罪，回去里面进修或者是再犯率很高这样的问题。对，那其实大家有这个印象也是难免的，因为其实目前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再犯的新闻或再犯的事件，但是
所以我们需要在假释制度上 让大家可以更信任，但同时一方面也是有一些资讯上的落差，比如说关于再犯率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说之前的有一个台南地院的判决里面，就是就是在这个判决里面呢，有提到说他去研究，因为跟死刑有关的，他主要是暴力犯罪的犯罪率。那不管是无期徒刑之后假释，或者是有期徒刑之后假释的再犯率，其实分别是2%跟3.2%。那这跟大家印象很大的不同，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对于再犯印象，其实主要来自于我们监狱关了很多很多的所谓的毒品犯罪的人。那这些毒品犯罪的人，他其实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单纯的被关在监狱里面而没有做任何事情，对，他可能需要的是一个医疗上的帮助，或怎么样建立社会的连结跟支持，帮助他之后不会再去做出毒品犯罪的事情，对，所以可以看到说毒品犯罪，这个是一个假释之后再犯，就是他因为再犯所以假释被撤销了的一个数据，那可以看到说他是比较。原本他的犯罪罪名跟他假释之后再犯被撤销的原因，那可以看到说毒品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部分呢，他其实是高达81.4%，也就是说这些假释被撤销的人里面有81.4%的他原本就是犯毒品犯罪，他之后还是犯了毒品犯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监狱在于在处理毒品这一块其实是相对无力的，那这当然不是。这可能不是矫正署或不是监狱的错，因为这不就本身就不是他们的专业，这可能是需要一些医疗的介入。对。但是我们怎么确保，即使那个再犯率低，我相信很多人还是很担心嘛。我们怎么确保他今天为了要是不是为了取得假释，然后乖乖的假装这个所谓的非常的配合，但是他其实出来之后，他可能又会有很多的纠结，或者说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诚心悔悟呢？这个所谓的假释不是还是会让大家有这样的恐惧吗？对，所以我觉得刚刚提到说除了这个数字本身是低的之外，我觉得在我们觉得说在这个我们审议的过程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讨论说，那你觉得假释制度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可以让你比较安心，才可以让你比较信任，那是不是对于原本的死刑原本可以被判到死刑的罪名，就是这些重刑的罪名，他的假释制度会不会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个都是需要透过讨论来让大家有更多的想法。对，如果说要设计一个更严格的假释制度，也没有不可以，但是这个是需要让大家讨论的。我想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刚特别是讨论是我们可以了解彼此的想法，我们也可以透过一些基本资料的这种所谓的获得获取来厘清一些可能我们过去可能不是那么清楚的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事实的部分。可是讨论完之后要干嘛呢？就讨论完之后，你们会有什么其他进一步要做的事情？因为如果它变成是一个政策，不管它是不是维持死刑，或者是刚刚谈到在死刑之外的其他的选项，那这个距离政策的过程不是还有一段非常长的路吗？那怎么去做一些衔接？还是就是讨论完哦，大家知道就好。我们在讨论的所有我们刚刚有说有一般场次嘛，那在这些所有的场次结束之后，我们会去做一个结论报告。那这样的结论报告其实是要呈现这个所有场次的来的参与的民众他们的意见。那这样的意见就是针对刚刚说的审议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我们不强求他说，来的人一定要全部都有一定有一个共识，或者是有一个一致的决定，而是去呈现。忠实的呈现大家不同的意见跟不同的可能担忧的面向。那在这个结论报告之外，我们去做针对这个结论报告去请专家来做政策落实的评估或者是人权评估。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在讨论的过程有一些东西也许是我们可能就是想象出来，就是可能我们想象中的制度或者说我们觉得国外这样做不错，但是它是不是真的适合台湾现在的状况，或者是它在资源上的分配是不是真的能够被落实。那像我们都知道监所的资源可能是比较不足的，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有更多资源，或者是他怎么样可以更落实。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台湾现在已经是两公约的签署国家，而且也同时的确是国内有国内法的效力，那这个部分结论的部分有没有去违反到相关的法律，也是我们要请专家来做评估。对，所以在这两个评估之后，我们去呈现说这个部分是审议的结论，那另外一部分是Face 联盟本身的政策建议，那根据这个结论产出的政策建议，那我们会去忠实的呈现说，
结论是结论，那政策建议是政策建议，那看是不是有什么样可以推进的部分。嗯，对，那同时我们会希望可以找一些对这个议题相关议题，比如说是刚提到的被害人，或者是寓所、监狱的部分，或者是预防犯罪的部分，对这些议题有兴趣的立法委员来做一个修法的拟定草案的一个工作坊，那可以先把相关的法案去做一个草案的拟定。那如果哪一天如果是有机会把这个法案可以送到立法院，或者是进行去修法的动作的时候，已经有相关的东西可以做。台湾其实是一个看起来很喜欢讨论的一个国家，对，我们其实在电视上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讨论，可是这个讨论到底有没有对焦，讨论到底有没有厘清事实，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讨论的一个要件。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讨论之后你不一定要去改变你对死刑的看法，可是对死刑的本身或是对于所谓的刑罚的本身有更多充分的了解，也许可以让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可以有比较准确的这个所谓的决定，或者是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些在充分的资讯之下所做的决定，它相对之下可能会比较完整一点。今天非常谢谢浩瀚来接受我们访问，希望下次能继续有机会再来讨论相关的议题，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谢谢大家。天空的眼泪洗过了时间，还来不及发现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心中的黑暗掩盖了希望，忘记要相信生命的动力是源自梦，往前走，继续的去梦想。